前遇到最大的挑战，其实我觉得每拍一部戏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，因为那些角色毕竟完全跟自己其实是截然不同的个性，在拍戏的时候其实是很多人一起克服这个挑战的，这就像是就是大家在玩两人三角一样，一定要同心协力才能够克服，然后并完成完整一个非常棒的作品。我想如果我梦见或看见在工作的自己的话，我可能会冲上去把所有人都推倒，然后冲上去前去给自己一个拥抱，说要多吃一点。每一年就是给自己一到两个月的时间，就是除了自己好好跟自己相处之外，也希望可以多学一些自己生活中喜欢的事情，这些东西我觉得都是可以丰富我整个人生的。期待哦，其实我每一天都期待自己可以比昨天更好，对，我觉得现在是一个非常美好的时刻，各方面都稍微成熟了一点，不会像以前那么彷徨，或者是像小孩子无头苍蝇一样乱钻。时尚生活都在 Men's Uno，我是徐伟宁。